这种触感。Hello， 大家好，我是志明，我是狸猫。猫咪有小肚肚就是胖猫吗？到底要怎么样评断自己的猫咪是胖是瘦呢？体重是一个依据，但它不一定是完全的标准，不是唯一标准。对，当然第一个会先看体重嘛，比如说如果你一讲说哦这只猫有八公斤，它就是胖。没有，也有可能它骨架超大，像老虎一样。我觉得八公斤的猫，你要说它不胖是有点困难的，没有人会被说服。常常会有人在讲说呢，啊这个猫咪有小肚肚啊，它是不是就是代表它胖了还是怎样的，然后就想要帮它减肥。对，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迷思，因为其实很多的猫咪呢都有那个肚肚，它那个肚肚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发展，那块东西叫做原始的脂肪垫。那它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保护它的可爱啊，那个有三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呢是可爱，第二个是保护它的内脏，防止说它可能在遇到攻击的时候会内脏受伤啊，所以它有一层脂肪包覆包住这样子。然后再来另外一个人是它让它的这个腹部呢可以有更好的延展性，譬如说在延伸的时候有没有脚就可以尽量延伸，不会容易就是可能拉到还是干嘛的。所以这个可以提高猫咪的奔跑速度还有跳跃力。主要可以透过两种方式，一个就是很简单目测，像阿玛这种体态出来之后就是胖，晚长这种体态出来之后就是一个瘦子。那 Socus 呢？ Socus 我们觉得是瘦的，但是事实上是如何呢？我们待会后面再讲。加上有些猫咪品种的关系，它可能毛很蓬你看它很胖，但事实上你一摸下去发现哇它超瘦的。所以触诊就是很重要一个判断的。对，你要用手去摸摸它，触摸更能够感觉到它到底是不是胖。那其实要能够分辨它的胖瘦很简单，你只要看你摸的时候呢能不能轻易的摸到它的骨头。 WSAVA 世界小动物兽医学会。哇沙比不是吧。他们有一个体态评分表，对，一三五七九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五呢是正常体态，那七跟九就是偏肥胖的。对，那有些人会问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拍一集就是每只猫的实测？那因为这个评断标准下去之后，会每只都一样，都是五以上。我们唯一大概可以算正常，大概就只有晚长吧。我们等一下会去摸摸看晚长，用这个标准去评断。对，偏瘦的、哦、就是五以下的、嗯，就是你肉眼就可以看见它的肋骨突出，哇，然后你触摸感觉不到脂肪，对，然后感觉到它的腹部严重凹陷，对，这个属于是偏瘦。很多我们在外面看到的流浪猫可能就是这样子，就你远远看你就看到它就是骨头那种，就是骨瘦如柴那种感觉。那标准体态呢，就是你摸。可以摸到少量，它写极少量的脂肪包覆的肋骨、嗯、你只要轻轻的压一下就可以摸到骨头。对，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腰身，嗯，那高于理想体态的基本上就是你看它腰就是一个像海参一样，像阿玛一样。以前我们一直觉得瘦可是很瘦，但是不知道哪一次就是去健检的时候，医生就说啊，他瘦可是这样算是偏重这样子。我想说哇，什么？我们最瘦的居然是偏重这样子，所以我们从此之后我们就比较不相信我们自己的对猫咪胖瘦的这个评断的依据了。对，那我们刚刚分享也是属于医生那边的标准啦。对对，那就提供给大家帮自己的猫，或是你野外看到猫咪，你就可以判断它到底是属于胖猫还是瘦猫。这边要感受到它的脊椎就属于瘦，对不对？对，当然还是摸得到，我摸得到它有脊椎。可是你摸到的同时，你会发现它中间，就你的手跟它的脊椎中间有非常厚的一层肉。我摸，就是属于好摸。我觉得它大概六到七吧。我看它侧，而且它看有没有水桶腰嘛？它蛮水桶的、啊。我看一下，你看，就是没有腰身，有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微微，对。我们就看晚长的。晚长是我们这边属于标准猫啦。嗯。小花干嘛过来？拿肉进来。你有腰身啊？从那个俯拍就知道它有一点腰身了，对不对？对啊。哇，有。直接摸到脊椎。很明显，就那个骨头比较尖。这柚子很明显就比刚刚那个小花又更水桶一点。先看它的仰俯拍，嗯，它俯拍这边就是圆的了嘛，就是很平啊，这边是平的、啊，就是不是凹的。它骨架比较大一点，毕竟它。公猫长比较大了嘛，对，但小花的肉好像比它更多。对，我摸它侧面就是很
没有凹下去的感觉，虽然黑色看不太出来。看这个肉，但是我觉得还是比小花瘦哎、欸。对，你也是胖的一环了，好不好？你们看晚长，它就是我们这样远远看就感觉到它一点脊椎，那就是属于中等身材。的肚肚，还肚肚特写。露露，你也是摸不到脊椎呢。招弟的体态，其实招弟非常的肉哎、欸，他这边摸还摸得到一点脊椎，欸、还是他跟 Socus 差不多。我觉得他比 Socus 瘦一点，所以 Socus 现在胖很多。他应该是第二瘦的，也是有小肚肚啊，所以每次都有小肚肚。当他抱起来的时候，就是抱旁边的时候，他这边肉很多哎、欸，这个地方肉很多哎、欸。他好像有点厌世了，他被羞辱了。好了，你今天就是今天这个，你表现很好。哦，哇。哇这种触感，感觉不太到你的肋骨哎、欸，你的脊椎有了，摸了，摸到一点脊椎，越好摸的猫，体重越失重，体重就。虽然我们这边常常就是在处于他们减肥失败的状态，但现在有比较控制的好，没有让他一直往上掉。嗯，没有往上维持也是一个成长。也不能瘦太快，你瘦太快的话，他就会有脂肪肝嘛，所以你不能把它像在对人减肥一样，就是想要求快啊什么的。好，就是健康最重要。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大家拜拜。拜拜。